安，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带你掌握全世界。我是范英华，我是薛鼎泰。好，鼎泰哥，今天这个加权指数呢，似乎有一点这个后继无力的感觉哦。今天算是开低，慢慢的在震荡当中。那目前为止呢，还是维持在了平盘之下，9725点哦，是小跌了11点。好，今天在盘面上很多的族群哦，尤其是昨天讲的鸿家军、鸿海，今天依旧是蛮强势的，继续在往上来做一个攻坚哦。包括在鸿准啊、正威啊，今天呢好像整个集团都被带动了。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关心在生技今天也是整个族群一起动，你看云城啊、合一啊、承德啊，全部攻上了涨停板。还有我们一直在这个锁定的裕伟啊，裕伟今天表现也很不赖，对不对？那么现阶段来说的话，好，那么多个族群哦，之前又有 PA， 又有什么 USB 3.1， 现在百花齐放了，我们这个生技会不会资金稍微被这个压抑住？太好了，这个逸华讲到重点。你要讲生技啊，全台湾我不知道啦，我大概是最拿手的哈。过完年我就一直跟大家天天讲生技，就天天讲生技啊，而且我认为是大多头行情哦。但是啊，当然我们做生技也要一点技巧了啊，我们要把一些观念做理清了。我们看一些生技股今天不一样了，刚才这个逸华也很清楚跟大家报道一档叫4123的什么承德，有没有？来看一下承德。这个叫生技的这个银行啊，生技银行啊，这个他很多投资啊。这前两个礼拜就是大家在传说这个某个什么周刊啊要报道这些承德啊跟东洋的利空啊，就好像又没有报道啊。是让我们讲生技股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东西叫做 NBI 马鞍导播哦，对不对？对对对，你看底下有那独排众议喊进生技，你如果肯布局哦，我们看一下 NBI 生技指数哦，这个一定会动的。全台湾在16年前啊，16年前就是我最早跟大家追踪生技指数，所以过去这16年来啊，我做生技股啊，从来几乎没有，我们刚讲100%啦，但金管会嘛，控北在100%啊，对不？我做生技股啊，从来 never 没失误过，而且我都提前跟大家预告哦。那这一波呢，今天我们几乎全部都要讲生技股了啊！真的看尾盘有没有机会跟大家讲讲太阳能哦。现在跟大家提示一下啊，来，你看生技指数 NBI 再创历史新高，还有呢，你一定要注意哦。我还是那一句话，咱亲爱的专柜的投资朋友，生技股哪去的时阵啊哈，你手中一挂卡无叮当的电子股都卖去当啊，尤其涨很多的哦，比如说 IC 设计，我讲很久了哦 ，IC 设计跟生技股这样，我拿个给大家看叫什么？啊，这叫什么？跷跷板。所以现在就好像说啊，玉华刚才就跟大家讲啊，今天好像指数不怎么样啊，还跌了，对不对？这个是当然，因为他要做结构的转换，所以尾盘这一刻才全面拉生技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原因在这个地方，盘中开始在做结构的转换哦。那么礼拜一这个昊鼎又要上市了，对，上柜了，所以大家很期待哦。那注意这一块，这个行情呢、绝对非同小可。那我们今天剩一点点时间啊，谈谈太阳能哦，全世界的热潮在太阳能啊，这个我们最后阶段再来提到哦。如果你有太阳能的话，也要注意的哦。像太阳能，我们跟大家提到那一档这个月也有转投资太阳能3490的哦，这个又要动了哦，单井又要动了，我们在150底下又高卖之后150底下又拉回再继续做多，这个又要动了，你们看到又要动了哦，注意哦哦，这不会把弄磨干啊哦啊，太阳能可能要等到下个月初啊，你不用急，你也可以开始注意布局了。这个我们都有讲过哦，包括我的 MV 里面都有讲过。来，我们再来看看哦，行情走到这里哦，好，那生技啊哦。4743的合一今天涨上来也涨停板了哦，合一也涨停板了哦，生技一堆哦，所以不枉我跟大家讲，那你现在要注意，就包括我们跟大家讲，裕伟4153的盘中就差一点涨停哦，又差了一档就涨停哦，这个是我过完年就跟大家讲的哦，我们那时候在95块附近而已哦，现在已经130哦，而且再创历史新高哦。哦，我们再回过来1784的哦，注意，全世界最强的还是在这一块。你有没有？因为我也是从那个刚启动那个点跟大家讲，那时候在38块附近，有没有？今天也47.7块了。所以全世界干细胞也好，或者呢生技股也好，全部都在我的掌握当中。好，投资朋友也要注意听，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哦，生技股这一波是大波段的。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大波段不会一直拉，它一定有涨
会再个再进入一个拉回，再冲上去。这个拉回你要避开，可是你要跟着我们一样，因为它会轮动，你要跟着我们一样有买有卖。我觉得这个才重要，生技股的转折。哦，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标题，生技股的转折，是我过完年前，大到昨天为止都还没有人在谈什么生技啊。可是我讲的生技股已经拉了一大段了，哦，都拉了一大段了。那我们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我们这标落得很好，叫做独排众议。大家不看好它，弄做几挂，你基本上怎样过，基本上过来这生技的话，你搞不好就会追到最高点了。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讲观念哦。股票请您掌握这个观念，掌握国际市场的，全台湾只有我们这一套操盘工具有哦。朱毅有跟大家讲的哦。那午盘过后，待会啦，最后就我们再提一点有关太阳能的哦。你有进两个主席的投资朋友，今我特别跟大家强调过，今年跟去年不一样。涨的内容也不一样，生技我们没有跟攻上来，会进成一个大多头的一个行情。那太阳能呢，是走完利空，全世界出现投资太阳能的热潮，基本上没人跟你讲，因为大家拢在底下讲涨停板，一个涨停板，一个涨停板，嘿，有影无影拢唔当知啦，拢唔知啦哦。哎，扎扎实实的提前帮大家做预告。好，关于这个指数，要麻烦一下易华。好，在这个加权指数部分最后面还蛮争气的哦，因为最后一盘往上冲刺，硬是把黑的变成红的了。好，这个由黑翻红的最后收在了9749点，是小涨了12点。那么在量的部分，今天同步也是哦蛮多的，1212亿。好，近期来说看起来这个千亿的量呢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咯。那么等一下我更多分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专注让华信投顾投资观点加倍清晰，我们拥有掌握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包括股票、期货、选择权都能够以绝佳的专注力建立投资优势。圆梦专线02-2392-3988 2392-3988。看你怎么吃它、整它、炸它、融它，说你怎么分它、请它、逗它、想它，放开你的想象力是这么的容易，一起玩吧 ，Oreo。Good 二手车讯，五星级鉴定，日本汽车鉴定协会驻台，买车开心又安心，小车一次搞定 ，Good Good Good， 二手车讯，台湾唯一国际认证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3月22日，台北市开跑，行经桃园市、彰化及五大国家观光景点，来自各国车队。3月22至26日，进彩五站决战台湾，邀请大家一起为中华队加油。我有体验过，对我身体啊，有新的选择。阿里达明强效定有医药级高单位 B 群加维生素 E， 有效疏解肩胛、髌骨啊、加腰部、卡脚片的酸痛，身体足轻松的啦。阿里达明强效定 ES Plus。从早开始多爱自己一点点，高纤益生菌，统一阳光无加糖低糖高纤豆浆。不同的咳嗽，共同的龙角散，独特细微粉末帮助纤毛排痰运动，融化喉咙顽痰，迅速止咳化痰。龙角散。Story of Mr. Brown。台股新攻略哦，刚刚鼎泰哥说现在全面哦，生技股就要启动了。好，整个族群怎么样进步掌握，跟国际股市是不是蛮有联动的？因为这个 NBI 持续的在往上来做挺进，那么国际股市更多的分析，鼎泰哥我们怎么来观察？好，我想哦，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新攻略哦，台股新攻略的这个脸书了啊，因为我都有跟大家提到，事实上如果你今天早上一大早有来看的话，我几乎都在讲生技，因为明明嘎嘎的是要出来了，
当然我也布了一个局，说大家要留意，可能在，因为我说过上次跟大家提到说，你这个礼拜四过后我要谈太阳能嘛、嗯、那今天比较没有空，所以我只能跟大家预告说，太阳能全世界开始出现热潮了哦。今年的格局会跟去年不一样，但是你现在看到一些电子股的话，你如果不懂得要卖，你的风险现在才开始。而且有些电子股你现在追一定是追高，因为法人要做账，因为全世界的结构，你现在看到最强那一些电子股很多在美国股市早就暴跌了，我们接人家的订单哦，它早就暴跌了，可是业内主力一定要把它做完账，你基本上应该是接回来接生技，甚至开始布局一些太阳能，还有呢，还没有涨到美国在狂飙的电子股才对。美国在狂飙电子股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哦。这个我们脸书上都会跟大家提哦，脸书上大家有空来我们脸书上逛逛哦。好，那么我是新攻略了，我是新攻略是这个名字哦。那钱滚钱哦，是这个十点半我在联系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像我们专攻生技，大家都应该知道哦，这一波了，我、哦、这一波哦。那盘后的话呢，谢培宇分析师会帮大家做总结哦，做总结哦。那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是这个哦。投资朋友，好戏啊哦。投资人每一次来打电话来问我，都在问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个问题，老师啊，起价啊，你这还基所谓9700、9800快要10000点，还可不可以买啊？我再讲一遍哦，这个好戏才要刚开始，只不过你不能买错，你现在有些电子股你去追高看看，下个礼拜你就头痛了，因为当生技股涨上来，第一个来再比一次哦，生技股跟什么是跷跷板？什么跷跷板？IC 设计，而 IC 设计会联动一个很庞大的电子股的一些涨太多的族群，所以呢，为了投资朋友，照理说我这个礼拜要去演讲了，我想易华都应该知道说我们这个两个礼拜就要去演讲了，这礼拜本来有排演讲，后来没有，因为没有办法去了哈，那我心里真的很急啊，到处我就急呗，我都随便跟大家到处朋友讲，但这么一直想好消息面要提供给大家，所以没有办法。那我干脆给全国投资朋友这个一个答案，有没有下半年产业最具爆发力的中小业绩？这个是我五档精品，是国际股市现在最强的，包含部分的生技哦。投资们，你注意听，你要注意听哦。现在看到的欧盟、德股一直在涨，德股的大型股开始回错了哦，这全世界最强的地区大型股。那么印度股市已经涨了两年了，涨到这里啊哈，全部都是中小型的股票。包含太阳能，因为它这个印度今年要大力发展太阳能嘛，哦，这些全面在飙了，哦，全面在飙了，都在中小型业绩大成长股，而且一定要有国际股市的，我只选五档而已，而且我有份数，可以的话你就好、哦、来电吧，好、哦、来电，我还是那一句话哦，我今天本来不会出现杠，但是我心里很急，我看了今天的生技股，我整个都傻掉了，我很担心啊。你没有买到好的股票，所以我为你准备的哦，这个临时赶快替大家准备哦，不然今天把 TK 烟干花再给我打给啦哦，啊今晚我懂，所以我只有准备50份，要不要就随便你的啦，老师的一点心意啦哦，老师的一点心意哦，好，这个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提到哦，我们再来讲一下哦，这个国际股市现在到底怎么一回事来哦，怎么一回事来，我们看一下哦，来，一样啊，你看国际股市现在没什么变化，好，注意哦，美元会不会再继续强，我说结构的反应啊，我已经讲过，因为美国联储会的这个我们说的就是那个2:15啊才跟大家讲，2:30才开会完毕，这样懂意思吗？他收盘只剩一个半小时，所以内容的结构变化又必须等到第二天，就是昨天哦，这第二天嘛哦，或者是下个礼拜才会整个变，所以美元到底真的会掉下来吗？马上又急升了哦，然后呢哦，注意哦，这个欧元可能短线上哦，这华尔街的报道慢慢出来了，已经有人在看升欧元了，我也认为差不多了，所以但是美元还会继续升啊，美元继续升，所以接下来要看哪一个市场，看这个日元，注意哦，你要注意日元的走势哦，我已经慢慢的在追踪这一块了，这个空单在增加，这个空单呢、啊，原油的空单是历史新天量，这两个空单都在增加，这个要注意的啊，这个会影响什么？会影响偏光板，
哦，所以大型股可能要稍微开始注意面板友达，但我不做了，我只做我们3051那一档了，哦，大家都知道了哈，哦嗯，立特那一档哦，是跟大家之前这个，我认为我已经观察结果，这个要注意这一个，我再讲一遍，这个叫日元哦，好，其他都变化不大，但是 NBI 升级是天天涨，昨天涨了快2%，美国道琼昨天是跌的，道琼昨天是跌的，纳斯达克是涨的，涨什么？就是涨这一个，就涨这个，涨这一个。所以呢，你可想而知，苹果刚昨天刚好被纳入这个所谓的道琼成分股，苹果就不怎么样了嘛。来看一下，苹果就是不怎么样，苹果也没有大跌啦，就不怎么样了嘛。好，有没有看？苹果就不怎么样，苹果就不怎么样啦。昨天就跌了嘛，小跌，快要1%嘛，是不是纳入成分股了？前几天这边也写纳入成分股嘛。啊，哦，好，这为什么 PA 还是很强？因为这个还在创历史新高。那其他就平平，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生技股大涨啊，哦，那美国的什么干细胞啊，中国大陆干细胞，今天什么答案什么，全部又都飙上去了，好，哦，注意哦，我当然生技股不止这一块啦，你要涨对股票，生技股跟 IC 设计跷跷板，生技在美国跟这个是有一点跷跷板，这个叫什么 Apple， 这个是 Apple， 跟这是有一点跷跷板。如果是跟这个有一点跷跷板的话呢，那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个所影响的层面是一些高科技股。那只剩下 PA 还在涨，其他的苹果的或者是美国的 IC 设计啊，甚至部分的中国大陆的 IC 设计都不怎么样。好，哦，注意哦，这个都要注意哦。这如果跷跷板在下个礼拜，因为结账了嘛，一些股票这个涨很多的这个电子股要结账了，所以今天最后一盘，今天礼拜五刚好顺势转到什么？全世界狂飙，华尔街形容这一波的生技股叫什么？叫做飞龙在天啊，一飞冲天。全世界最早跟大家讲转折的结构生技股，而且你不用急哦，你也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会有买有卖，有买有卖，要把这个产业结构弄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些东西就都在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哦，都在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所以如果啊，你能够拥有一个像我们这样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操盘工具的话呢，哦，投资朋友啊，我们先进一段这个指数好了啊。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今天这个整体期货市场的最后一个收盘表现了。好，来看到在台指期的部分呢，今天也是小跌的格局哦，最后面的收在了9757点，下跌了8点。那么在电子的部分呢，勉强的维持在了红盘的格局，今天收在了393点呢，是上涨了 0.1%。 那么最后在这个金融指数的部分呢，收在了1129点，也是一个小跌的格局。好，就是今天呢在整体期货市场的最后收盘表现。不过刚刚说到了生技股啊，林泰哥真的好着急哦，很着急，投资人没有跟上脚步，对不对？那么现阶段来说的话啦，这个生技股还有一些可以来介入的个股吗？我想当然有啊，而且刚开始涨而已啊，嗯，但是你要想想看，你要一段一段的做啊，哦，有这个有的股要涨一段呢，把它换掉，因为它会拉回啊。生技股就是一波接一波，承德涨到一段它会休息。今天他有他带领打破了这个周刊，说要提到这个有某周刊说可能啦，我们是不知道，这市场在传嘛，某周刊啊都讲这个东洋的什么老就调重谈之类的啦，还是上次有市场在传出这个生技股一直压，我认为那刻意的啦，我认为那刻意的啦，因为国际股市生技股是狂飙的，嘿亚莱利的投资朋友，我如果业内也是只有一套资金，他要买生技要慢慢买。他现在手上的这一些 IC 设计电子股呢，要做个结账。刚好今天礼拜五，你不觉得很奥妙吗？你说是不是下个礼拜这个浩鼎今天没有动啊？是不是？嗯，他你要不要体会我讲的哦？生技，因为浩鼎上来的话，生技比价空间先拉高，它的背景因素是全世界的生技飙翻天了，这才是重点。所以你要跟着我们好好的这样一波，然后高卖拉回再第二波。生技股有几个4、7、11月这种时间波的转折，你要拿捏，好好的跟着这样做。这个节奏今天整个都开了，哦，都开了，下个礼拜整个就冲上去了。连接我一直跟大家讲，四月份有生技股的行情，这个月底先攻一波，哦，就在利用浩鼎这一块。所以我本来要去演讲，没有办法去演讲，只好投资朋友拍谁，那我也没有亏待大家，只要你来个电，你就可以知道这是。我特别帮大家精选，哦，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们怕人数很多，所以只有50份啊，哦，内外在利啦，哦，都是标码，都是国际股市在涨什么的标码，这里面生技等等之类的。我希望投资朋友，哦，你打钢钉猛攻啊，老师啊，哎，股票起啊多啊，哦，安怎哦，哎，生技股才要开始起呢，你看还承德跌了一大段下来啦，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好好来跟大家讲哦，我们这个操盘软体里面的，哦，今天这个看我们这个叫操盘软体。
不是你所谓的看盘软体。这个差别在哪里？哦，这个操盘软体就是有国际的哦，生技大涨啊什么的 ，Microvision 大涨啊，当天涨50%啊什么哦，这个啊哦，还有呢，跟你那个看盘工具，这两个差别是很大的，不是只有红买绿卖，不会只给你选股，那给你自己这边乱选股这样而已的哈、哦。我们先讲第一档股票啊、哦，好，让我拿一下，拿一下啊、哦，这个股票，来看一下，这个叫南光，南光，来啊、哦，来啊、哦，这个叫南光啊，南光啊、哦，南光哈。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南光。好，南光两个点啊、哦，两个点，你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南光就是过年前到过完年之后，我跟大家提到的股票啊、哦，股票啊、哦，来，包括昨天跟大家提到这一档啊、哦，来看一下啊、哦，这个在昨天啊、哦，我们这套操盘工具会有文字的叙述啊、哦，文字的叙述啊，先来看南光啊、哦，南光、哦，我们过年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当时候在这里，过完年之后再提一次。来，这是2月26号的位置、哦、因为它涨啊，那整理完，我们就说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结果它当初是小创新高，就是这一段啊，你有买有卖，再来一次。我昨天还特别跟大家提到，我们来看一下文字叙述，这个文字叙述会自己自动跳出来。这个3月19日11:54，南光昨天涨停，今天又涨停。我们当初在跟大家讲南光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说啊，他在美国的销售的这一个状况啊，这个状况不会比安诚要差，那安诚要甚至还是亏损的，他是赚钱的。那安诚要是240块附近，他才30几块，我当初的利润根据我都讲过，投资朋友你都听过，现在连续来了，对啊，什么怎么买怎么卖，它是一门学问。我还是那一句话，怎么买怎么卖，它是一门学。来，看这段，有无？这段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啊？文字叙述，好吗？啊，这就两个阶段嘛，啊，有买有卖嘛，啊，怎么买怎么卖呢？软体会告诉你嘛，有没有？软体会告诉你，有买有卖，有没有在？有买有卖，然后再来一次啊！文字，你看，这是昨天3月19号，有没有看到南光？有没有？啊，到这边有这么叫做超级棒的软体，然后这个指标都会有声音，然后呢，文字叙述这边跟大家讲，起涨第一天，昨天这是昨天呢，你看这个游标在这边嘛，所以呢有没有像今天多方进场，南光，投资朋友，你看我们这叫操盘工具，哦，这个叫操盘工具哦，南光啊，接下来呢，我们讲创元，干细胞概念的创元，崩起来，5只涨停，有没有？过年之前跟大家讲什么？哦，那干细胞啊，我说明今天要拉这一档，今天再创新高，好戏还在后头。当时候在这边，这37块啊，你看了不？37块啊，今天最高来到47，都是加个加，第一时间全部掌握哦，1784的叫迅联，这几百年没订单的股票有加不？看了不？第一时间在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叫迅联，第一时间到现在没有卖点。你不会被你好的操盘软体，你不会让它被它什么震出去。这个好戏还在后头。我讲过，干细胞概念呢、啊，在美国一个礼拜涨1.2倍到1.3倍，一个礼拜哦，因为他们没有涨跌幅限制。中国大陆在今年年初就先涨干细胞了，过去这一个月，今天又飙涨了，过去这一个月涨1倍。我什么的融资联啊，我的软体都有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什么融资联，中国美国那档股票叫 AST， 有没有？就好像 Apple 叫 APPL， 他们是用英文做代码的，我们的软体都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呈现给大家。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次的生技大行情，全世界只有我知道怎么带你进带你出，来来还回回的，因为我们掌握国际股市的资讯是最丰富的。承德今天发动了，意义非凡，打破了这一两周市场上在传什么周刊要报道什么的，那表示说大行情来了。那这个结构的转换，因为指数就是这样子，涨个两天就会回档一下，所以这个是跷跷板的游戏。来，你看看迅联，有没有看到？迅联有没有看到？没有卖点，到这边37块多到47块多，好歹啊都快要30%了。你认为没有机会吗？你去把生技股，你看那个承德啊。哦，4123的承德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新车上承德？今天啊，跌了一大段。我之前啊跟大家讲要有买有卖，有没有啊？这里又这又来了，又来了。那下个卖点有没有到的时候，这个箭头转折的时候有没有？他会跟大家哥叫给你听，我们软体会叫给你听哦，会叫的软体会叫给你听，告诉你卖点哦。那过年前跟大家讲玉伟，管了个玉伟，这句话这九十几块啊，哦，这是108嘛，这是九十几块，过年前跟大家讲的，到今天的玉伟啊，132块。你没有锁定生技，你都会让它跑掉的。这个是玉伟啊，这是玉伟，来照一下这里好了，让大家看这是玉伟，有没有玉伟？一个大波段上来，软体没有卖点哦。美食呢？哦，我讲这个要注意哦，这个哦，这个我是在家啦，在附近呢。我跟你讲，这随时被标，这个随时被标，随时要标了哦。还有这个跟大家讲的阳城哦，今天差一点攻上涨停哦，震荡一下哦，这个要稍微明天下礼拜整理一下再攻一波哦。这些好股票大家都要记得哦。一样呢哦，还有阳明光，还有国统啊，连续两支。水之眼，你看我们今年次产业做得多漂亮，哦，做得多漂亮。好，我跟大家讲，全世界现在在流行这个，在赶这个太阳能热潮，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讲，因为过了礼拜五就是好机会嘛，哦。好，今天最后还是那一句话，只有50份，只有50份哦，只有50份哦哦，下一档的飙马股要跟上，那只有50份，5档精品的，你今天来，今天。哦，只有50份哦。我希望投资朋友六营来问公司矿脉问的能退哦，做得很精致，是我每天早上4点起来做功课的。那今天来电这50份的话呢，你要先下手为强。今天把老师伯话都去 AKN 杠，那聊表一点心意哦。下个礼拜一起跟着我们掌握下一档飙马股，一起来上车，一起来上车。谢谢大家。哦，赶快掌握一下下一则飙马股哦！之前看到好多的个股呢，真的乒乒乓乓开始往上涨哎。接下来怎么锁定生技股呢？更多的分析下礼拜一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